这些日子以来有感情了，才想到要你当我们家的养女。我昨天也跟我爸妈提过，他们也赞成。从一开始我就把你当成异性来看待，我办不到，但你的行为就是在欺骗父母跟结婚对象。你曾经喜欢过我吗？放手！不要！我要报警，这种丫头不可以放过她。她有点不懂事，是你妹妹啊，是朋友的妹妹。 对不起，我有个叫思兰的朋友，她妹妹好像和这位小姐在洗手间里有点冲突。哦，思兰，你在哪里？嗯，那10分钟就到了。我还是会结婚，只要能生小孩，我管你在外面是被打还是打人。芙蓉阁之恋。